好，黑五了吗？哇，现在时间6:10，黑五就是从早晨的6点就开始了，那就去体验看看这种黑五的感觉吧。现在就去看。现在人超 OK 吗？不 OK 啊，我觉得人 OK， 这里的停车位已经是满满满的了，我就才6:20到。你的下巴很像摩登大神。6:25，我们6:30之前就进来，他6点开始开。我老婆走到他的爱店，就是没有人，然后其他店这样。恭喜你用整间店，赶快进去逛吧。啥都没买啊，全身而退。我是不会硬买的。很棒，走。刚去逛一圈之后，他还在这里。这围巾不是很适合我，就放在我身上感觉就是很适合。我看一下你手上还拿了什么？手套，然后脖子还挂着这个，背了一个大包，拎了一个小包。在这里困很久哈，还好我早点回来，不然可能还会再拿起大包。别了吧，有大包包之后对我们可能不一样。因为我们缺个大包包，然后它是真皮的，4500算便宜吧。然后再来是提手套，也是真皮的。小羊皮打完只有1800，我很犹豫，就是出国的时候很好用。围巾呢？还有你的那个挂的那个1000，然后这个大概64块美金，这个 CP 值都很高的东西。我整个在十字路口，不知道该怎么走。都买，都买啊！真的假的？对啊，都买啊！给你买吧，谢谢啦。手机呢？好好看吗？不要那个手势，很烦。多优雅。开心吗？耶、yeah, ！我把所有袋子都拿过来，因为我要享受一个拿着 shopping bag 的感觉，双手空空很久了，好不容易，能拿到手酸。哎，老李还好吗？这样，因为我们6:30不到就到了，那时候还没有什么人，现在已经快11点了，超多人，每间店都要排队。回头看一下，每一间店都在排，我还看见我们买了什么。好可怕！好、啊，这是我们的黑五，很久没有买这么多东西，买很开心，满足。大家都在等车位，非常的爆满，所以如果有人要来美国黑五的话，请尽早，尽早。太可怕了，这些车都是要进 Outlet， 他们还要回转才能进 Outlet， 然后进 Outlet 还要找位置，里面其实已经在塞了。Oh my god！ 然后现在离场也是很困难，对，我好不容易钻出来。总之，我们就这样度过了黑五。已经到了 Joshua Tree National Park， 我现在在南边的出口处，等一下就要往里面深入去了。目标是要拍到日落。对，它有一个环半圈的建议旅游点，就是从南边开始，然后会走几个点，差不多半天时间到了最终一个看日落的点，就是这个。走喽。然后他这个只有卖7天的券，一台车就是30块美金。这个是只有吗？哦，对了，对，就是你没有单次的票，它就是7天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只想表达这件事情，其实， okay. 但我最近语言能力很低落，中文英文都很低，有点害怕。你们可以看到哈，路线几乎集中在这里，就代表说这里是重点区域。嗯，我们在这里。好。我们来到第一个景点了 ，Cactus Garden， 就是有很多仙人掌的地方，就像一个仙人掌花园一样，好多仙人掌。这位姑娘好像发生一些事儿，我被仙人掌刺到。哎，这个是，你知道我穿牛仔裤已经很厚了，它这个刺跟针一样，跟钢针一样，它就这样透过我的牛仔裤插到我的脚踝，超痛的。然后我现在要拔其他的刺，我觉得这地方万岁不能来哎。哦，我也觉得。
你很夸张哎，很痛哎、欸，他想要靠你繁殖是不是？他插得很深，我现在在想要怎么把它弄掉哎、欸，用石头去，我很怕我又被插到，搞定没？好了，搞定没？你刚刚不觉得我刚走到这么快？嗨。你是仙人掌舞，你现在有仙人掌舞啊？啊！天蝎座的，没有，我刚就没。你真的很记恨仙人掌插你这件事情，久久无法忘怀，真的很痛。现在雷包在踩地雷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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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心丢，不要丢到我身上啊，真可怕。Queen of Cactus sitting on。Dragon. Dragon? Yeah, I have a dragon. What's his name? Peter. Oh. Peter, my dragon. Okay. Can you tell us where we are now? Now it's a Kuru Toshi. And you can see me from the outside. Yeah. What else? What else do you want to show? I have a stick.这个是很适合我的景点。对，这上面吗？还要在上面吗？就坐在这上面一点点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很棒，我也很棒哦。坐下。他很羞辱我。羞辱性极高。不然啊？我说这样很难吧？烦。我怎么可以在那里，然后不会掉下来？对，怎么是头啊？这怎么不是一个景点啊？这可能就是一个景点了。Really？ 哦哦，我们要去看日落的路，就是关闭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往东，结束了我们今日的行程。耶耶！一起拍一下那个快掉下来的，向左转。拜拜。怎么啦？我再看一下我拍的怎么样啦。我觉得应该是你最啊，蔡依林开心啊、哦。哦，这样是可以的吗？没有，很精彩吧？我觉得这本书很值得收藏。这是十八禁的书哎，我就好像可以理解一些古早的电影都会演说爸爸或者是谁在看 Playboy 的什么杂志或者什么书刊，然后小孩一来就马上把它关起来。啊！好，我回家慢慢看。看你很开心哎，很特别的书。